力的在练习，然后一直想取得好成绩，他真的是比谁都还要努力。所以他今天在对，所以他呢现在呢在国际组呢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。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好的成绩的时候呢，所以我就特别今天感到高兴。今天呢，他能够进到国际组，而且预赛呢，他是在算是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预赛了。哦，所以他刚刚的失误让他特别生气。不过不要紧张，他还有另外一台备用机。一个比赛呢，少说也要准备一两台备用机。就说，哎，那个黄。